东华三院自1870年服务香港超过一个世纪 ，TVB 同样以服务社会为己任。早在70年代，两间机构已经携手制作慈善节目，为贫苦纾解厄困。直至到1979年，节目正式定名为《欢乐满东华》。30多年嚟，粤剧《国粹》、亡命演出等等角色表演屡创新有，而参与的名人更加是跨越各界。90年代更策动全城屋村屋苑筹款比赛、小巴的士二载活动，实行携手行善，令到善心爱心得以薪火相传。东华三院的服务广泛，造福香港有需要的人士，令到贫苦大众感受到人间温暖。我最欣赏他们的服务是与时并进，作为香港人的我亦都有一份光荣感。而我今晚亦都想为大家带来新的尝试，一个新的歌唱模式，希望为今晚的欢乐满东华带来一个好的开始。顺流亦有试过逆流，我生命一路继续寻求，这刹那回眸，你哋嘅支持就系我成就嘅源头。你欣赏我嘅歌喉，我保证令你听出意犹，意犹意犹未尽，尽在不言中。我嘅歌声就仿似炎夏里嘅凉风，风的季节，风雨同路，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如沐春风，温暖在你心中。吹呀吹，让这风吹，让我灿烂梦想，我哋一起去追。吹呀吹，让这风吹，给我灿烂梦想，与我你一起去，一起去追。漫漫前路，走过漫漫前路，沿路有你们掌声一路陪伴住我脚步，每首歌曲我都用心去做，每个梦想我已一一达到，感到骄傲就喺呢度，又再俾我知道。对我的爱，我再次深深感受得到，唱过八度，唱得八度，我用金曲作为回报，要 rap 都完全冇难度。吹呀吹，让这风吹，给我灿烂梦想，我哋一起去追。吹呀吹，让这风吹，给我灿烂梦想，与我哋一起去，一起去追。多谢小凤姐，我哋全城各界亦都强势列阵，实行上下一心，宣扬东华行善精神。有请东华三院董事局成员梁定宇第四副主席，张佐华第五副主席，陈文以卫总理，陈仲尼总理，何国杰总理，曾耀祥总理、谭国桥总理、傅明宪总理、李柱坤总理、陈婉珍总理、周博轩总理、顾晓楠总理、
王浩恩总理以及系邱日明总理，生生不息，延续希望之光。首先恭请主礼嘉宾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太平绅士，喺东华三院主席暨筹委会主席刘金国先生，大会司仪汪明荃小姐，东华三院第一副主席暨筹委会委员王家龙先生，东华三院第二副主席暨筹委会委员马清亨先生，东华三院第三副主席暨筹委会委员李三元博士陪同下进行燃点爱心火焰仪式，有请咁多位。爱心火焰燃起慈善动力，将人类互爱精神代代相传。欢乐满东华2006正式开始，有请今晚八大司仪曾志伟先生、薛家燕小姐、邓子峰先生、梅小慧小姐、林晓峰先生、邱海敏小姐、黄延智先生同埋汪明荃小姐。剛才我們出場的陣容我都說話人多勢眾啊，當然啦，因為今晚歡樂滿東華的目標只是一個多字，沒錯啦，籌款的節目最重要就是錢多的，所以我們今晚會落地籌款，務求令到東華三院能夠幫到更多的人。東華三院的服務更加是多方位，譬如說照顧長者、弱能人士、貧苦學生以及低收入的單親家庭等等。仲有啊，今晚嘅表演項目咧，真係多不勝數啊！真係好多元化㗎嚇。啱啊！嗱，當然咧有一班好多多嘅嘉賓啦，全樂壇至好唱好嘅黑琴啦、機仔 Eason， 咁仲有咧就係容祖兒、何韻詩等等都會嚟到表演喎。哇！嗱，總之我哋今晚咧就係多勞多得嘅，善款越多咧，我哋就會做得越長，可能係八個鐘頭啊、九個鐘頭甚至十個鐘頭喎。我覺得最緊要咧就多啲善長人翁支持我哋，咁我哋就會不停咁講多嘛。仲有啊，花生係慈善多仔公嘅收哥啦，同埋少珠咧。將會率領他的仔仔女女為東華打氣的，喂各位你多啲聲氣嚟聽下啦！好啦，各位大家記得多用你的手指打我哋今晚的電話係1-877-333點樣咧？哇！人多勢眾，好多人幫手喎，好熱鬧啊！我哋呢度咧非常繁忙，過百位嘅義工咧已經默默咁聽緊善長嘅電話噶啦。電話熱線咧總共係有130條咁多噶。咁喺度咧，首先我哋就要多謝咧電信盈科有限公司咧，就係贊助我哋今晚部分嘅熱線噶。今晚嘅義工朋友咧聽電話都聽得零舍醒神噶，點解？因為有成班靚女陪住佢哋啊嘛。美女勁食馬拉松，籌得善款好鬆容。嗱，喺我哋身邊嘅四位美女咧，今晚咧就會挑戰人體嘅極限啊，實行咧用佢哋嘅食量嚟到籌款噶。冇錯，大家面前見到呢座包山有成200個漢堡包咁多喎。冇錯，只要佢哋每食到一個嘅漢堡包咧，已經成功為我哋籌得1500蚊嘅善款啦。犀利啊！其實四位有冇信心咧 ？Ella 講先。咁我咧貴為呢個地獄廚神咧，雖然我唔煮得，但係我好食得嘅。我知道一個包是1500蚊的，那我想吃100-120個這樣。我看我小小粒大我都挺拆得的，交給我吧。其實我覺得只有200個包，我覺得是不夠食才對。哇，好有信心。不要緊，只要你吃得下，我們多多都有給你們。我知道劉金國主席也都對你們的食量很有信心的，不如先劉主席聊聊天。 Hello， 劉主席，你會怎樣支持他們？贊助你們100000蚊。10萬蚊，即係計翻佢哋每人食到18個包咧，已經可以揾到呢100000蚊嘅善款噶啦！十八個金唔係好難啫，事不宜遲，我哋數1、2、3開始好冇啊！1、2、3，開始！哇，見到佢哋已經好急不及待啦！我哋喺呢度咧，隨時會同大家報道啊！佢哋究竟食咗幾多個包咧，同埋為佢哋打氣嘅喎。嗱，我驟眼觀察咧，每人咧就口食一個就手攞一個，咁計落即係每人2個有8個，乘翻1500蚊，已經率先咧籌得12000蚊嘅善款噶啦！12000蚊非常好嘅開始啊！點啊，好唔好味啊？好味不得了啊！好，我哋而家交翻俾一上啊 Lisa 姐。好，唔該曬。唔該曬喺熱
廠嘅同事啊，咁今晚所籌得嘅善款咧，係會資助東華三院嘅免費醫療服務，同埋改善其他醫療、社會同埋教育服務嘅。冇錯啦，大家記住啊，歡樂本東華嘅宗旨就係愛火相傳啊嘛，咁啊只要喺屋企嘅你都可以幫我哋接棒喎，就係用你嘅手指打。1-800-733-133除了打電話，其實大家都可以將善款交去上環普仁街12號東華三院嘅，亦都可以將善款傳到去匯豐銀行、恒生銀行、東亞銀行、中國銀行、附屬南洋商業銀行同埋集友銀行嘅東華户口。咁另外，大家如果上緊網嘅話咧，亦都係 click 入去呢個網址度嘅，透過信用卡嚟到捐款。咁樣更加簡單嘅咧，仲可以透過呢個繳費嚟捐款㗎啦。商户編號咧就係9216喎嚇，記住啦。哇！即係咁樣啊，捐款都咁多方式，真係多元化嘅。係啊，我哋今晚咧仲有好多嘉賓嚟支持我哋添啊！好啦，一陣間翻嚟咧就會見到佢哋賣力嘅演出啦，一陣見。絕對是一個好的開始，因為一開始已經有位福明寺捐出300萬來支持東華三院，多謝曬，多謝 Anna 每一年做東華好開心，因為見到有很多善長支持，亦都有很多機構是全力資助我們支持我們的，所以這個時候有些紀念品要致送給他們。好，那這個時間恭請我們今天的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太平紳士為大會致送紀念品給協助的機構，有請東華三院劉金國主席陪同何局長。首先有請民政事務總署代表總聯絡主任林綿基先生接受紀念品，多謝曬。跟住有請房屋處代表助理處長李雪坤先生接受紀念品。喂，跟住有請香港房屋協會代表助理總經理黃小麗女士接受紀念品。多謝曬，繼續有請何局長咧，致送紀念品俾協辦機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由電視廣播業務總經理陳志雲先生代表接受。多謝曬，唔該曬咁多位，唔該曬。哇！子峰，突然之間，你有冇感受到一股熱氣啊？撲埋嚟1000多度嘅攝氏啊，融咯，啲裝開始係咪啊？係啦，哇！咁喺出邊嘅嘉賓冇辛苦咯。辛苦啊，因為咧 ，Joey 同埋新 boys 咧將會一路踩住啲火炭咧，一路再歌再舞。咁啊，不過為一善事冇所謂啦。呢個 item 咧，我哋有兩位副主席贊助嘅，包括咗係黃家龍副主席同埋張祖華副主席啊，合共咧係贊助300000支持佢哋。多謝曬。哇！有300000咧，你哋就要俾心機努力啦，係嘛？我哋呢個時間一齊睇下容祖兒同埋新 boys 嘅火辣容祖兒。平日我唱 K 歌，平日我又不傻，还是我习惯独放，生活太耐，想你来释放。一直等一种感觉，今天终于有点狂，不想正常心化成老歌。千百串烟花庆祝我，喜欢你喜欢我，其实试过很多，其实试过因果，还是我没有学过享受爱情，想你来挥霍、yeah, 一直
过，即刻走。将风给我爱慕，仿佛有满天樱花抱起我，街灯使我发光，仿佛千百串烟花庆祝我。不必想到太多，只知道你的天花也亲我，不必给我太多，请将千百扎心花送给我，喜欢你喜欢我，将风给我爱我，仿佛有满天樱花抱起我，街灯使我发光，仿佛千百串烟花庆祝我，不必给我太多。哇！哇！好劲啊！哇！好犀利，好犀利！哇！好劲啊！犀利啊！你哋知好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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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嘢！要企过啲啊，好热啊，好热！过嚟呢边啲，系过嚟，过嚟，系。今日太大风啦！表演完都仲有人加码，就系英皇慈善基金捐出100,000嚟支持你。好嘢！多谢多谢。嗱喺度咧，提提咧，但系电视机前面嘅嘉玲观众，咁呢个项目咧，佢哋咁多位咧，经过专人指导，千祈唔好试啊！系咁，我同阿 Julie 倾下偈先。喂，系咪知？姜都起薄啊！咁鬼熱喎呢度，冷暑哎呀，真係損咗喎，好少少喎，係啊，每一次咧嗰啲腳毛都，你哋嗰啲俾大家睇下只腳板，哎呀，哇好嘢喎，仲頭先噴火添啊 ！Joey， 你玩住嗰個噴火嘅呼啦圈點樣感受啊？我覺得今日太大風啊，只著咗幾個火咋，咁但係其實每香做嘅時間會好啲咯，但都 OK 嘅，係啊 ，OK， 你哋咧啲男仔。其實我覺得大風咗少少，所以我火點唔著啊！佢成口都係嗰啲。冇問題，為咗慈善，我哋冇問題啊！好，呢度你辣辣啦，咁啊唔知廠嗰度係點咧？好，交俾你哋。好，張達明，唔該曬啊！我話呢個廠馬仲有好消息啊！係啊，冇錯，第一張嘅大支票咧，即將會頒發啦，就係由龍盤方有限公司捐出200,000嚟支持東華三院中醫藥服務，多謝曬。我哋有请龙本方董事暨东华三院总理陈文绮为女士代表致送，并由何志平局长代表东华三院接受，并请刘金国主席陪同嘅。多谢先，哇！咁啊咁大都要证明我哋今晚嘅大资本咧滚滚而嚟啊！系啊，梗系啦！哇哇哇！但系唔系，我见到一路滚滚而嚟嘅，好似有个波波，喂，有埋个人添，达兵嚟嘅，达兵都识踩波波，系啊，栋笃笑嘅啫。而家棟篤波啊！梗係啦，棟篤波嚟緊啊！真係喺現場嘅屋企都要俾啲掌聲支持啊！大明啊！唔該。哇！你好厲害，我哋邊個啲好啊？好嘢到，好嘢到！即係睇到你，睇到唔係好得㗎啦。咩唔得啊？我啊啲駕駛執照咧，啲牌咧扣分扣到7788咧，我就唔揸車，就揸個波過嚟。咁樣又去尖沙咀咪幾日？係啊，但係泊車唔使錢啊，泊街。OK， 咁你今日踩用嚟有咩目的先？梗係籌款啦，希望大家，因為我屋企仔細老婆亂做啲危險性動作咧，希望大家支持一下，真係。關仔細老婆亂咩事啊？話我咁講啦，嗱，如果係咪，如果有總理支持你嘅話咧，你就馬上表演啲花式嚟睇下先。得，有人總理有支持我即刻表演，嗱得㗎。咁啊，單腳咩啊？單腳幾時單腳？單腳。哎呀，喂，唔使咁快住，等啊總理出咗嚟先咧。咁啊，嗱，我哋又有總理又有副主席啦，好唔好啊？我哋揾兩名副主席。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同埋咧，我哋咧就係陳文以為總理咧就一齊贊助你200,000啦！哇，咁我要努力啲表演啊！係咪啊？真係啊！換個波嚇，梗係啦，呢個唔得，換乒乓波。乒乓波點踩啊？太難嘅喎！換個大波，大波啦，大波應該得嘅。大波入嚇，再大啲嘅，再大啲，有請先。哇！好啦，大家喺度睇住啦，大明呢個棟篤球善款咩啊？可以繼續打嚟1878333。地球嚟喎，地球咪地球啦。咁我點上？我要師傅幫我上去先得喎。師傅幫你手？唔係我點樣爬上去啫？你自己諗啦。跳上去啊嘛！扶住先啊！哇！有格式嘅喎。哇！犀利喎！跌落漢。走佢啦，師傅，掟佢走佢啦！誒，唔好理佢啦。企到都掌聲鼓勵啦！哇，出尖沙咀！阿掌門人，唔好企咁近啊！你一陣間攝咗喺個底啊！簡單㗎，我表演啲雜技喺上邊表演嘅，大家嚟觀眾入唔好啦。仲可以玩雜技？唔係話？我喺上邊拋波好唔好？咁犀利！哎呀，個波跌唔緊要，我唔跌得㗎。拋咩
波啊！抛十下好唔好？三个波，打波数啊！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八、一、好，八，成日都系八啫嘛，十啦，好紧张咩你？跳绳啊！跳绳啊！跳绳！跳绳！身体得。嗱，就位跳十下嚇，預備。五下啫，我最高紀錄五下。預備，開始。試下先嚇。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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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副主席同埋我哋咧，總理咧係咪支持你咧？喂，大明，犀利啊！你一路表演已經即刻咧有善獎咧，就係東芝電子亞洲人公司捐出10萬元，仲有就係黃乾亨基金捐出10萬元嚟支持你啊！多謝梁副主席同埋陳總理，我哋支持佢啦，好唔好啊？多謝曬！我哋再次俾掌聲俾阿達明，跟住阿姐嗰邊又有善舉嘅即將發生喎！多謝曬，多謝曬！好啦，馬上交俾前方阿姐。真係好開心啊！嗱，做歡樂滿東華嘅主持咧，零舍開心，因為見到個個都好落力嘅為佢哋節目而籌款嘅嚇。係啊，嗱，即係我知道每一年咧，名傳之友會咧又係好支持東華三院嘅，都會送上一啲銀紙牌啊。咁今年都唔例外啦，即係你介紹一下啦。係啊，咁啊呢班影迷認真抵石啊嚇。咁今年佢哋設計咗呢個叫做一帆風順，一個擺設嚟嘅。咁咧就係用三種唔同嘅銀紙，包括100元啊、50元啊、同埋20元啊。係啦，幾種嘅銀碼嚟到做嘅，咁底價咧就係6800元，用咗6800元。用咗6800元。阿姐，不如你開個價咧，等啲善獎人翁嚟競投下啦。我諗係底價就15000元啦，梗係希望價高者得。係啦，冇錯。大家記住啦，阿姐講咗個底價出嚟啦，有興趣競投嘅即刻打電話嚟1-877-333支持我哋。好多謝。東華三院每年咧都幫助好多弱勢社群。好似係喺學校啦、康復嘅服務啦、老人服務咁樣，佢哋經費係需要好多。希望大家今晚係多多打電話嚟咧，係幫助佢哋。電話係1-877-333。香港人做善事咧，一向都是不遺餘力的，你呢？你打了電話來認捐未啊？東華的電話是1-877-333，我等埋你一起做善事啊！每年做東華咧，我最中意就係呢一個環節嘅。咦，你偶像嚟咗啊？邊位啊？每一個善獎人翁都係我嘅偶像，即刻要進行呢個頒贈支票儀式。係咁啊，講到頒支票咧，首先咧就要多謝咧許生祥礦麗咧，就係捐出300萬支持東華三院嘅各項服務嘅，俾啲掌聲佢哋啊！咁啊，有請咧許礦麗致送呢一張大支票啦，並且由東華三院嘅劉金國主席代表接受嘅，有請咁多位。多謝曬！哇，300萬，多謝曬！多謝！係，好開心啊！繼續多啲錢款就最好啦。咁跟住來咧，你要介紹呢個項目咧都好勁嘅，一男一女嘅表演嘉賓咧可以用熱辣辣嚟形容。咁嘉欣咧黃秋生啦，咁佢咧就係言論出位啦，可以話咧成日都辣著好多火頭。女嘅仲犀利李龍，而呢排咧衣著又性感又火辣添啊！今日都係一樣咁性感咁火辣嘅，兩個辣人走埋一齊咧，會唔會辣著咗咧？當然啦，咁啊辣著咗兩位總理啦，包括咧就有陳仲尼總理同埋何國傑總理咧，合共捐出20萬支持佢哋嘅，我哋俾啲掌声佢哋两位，劲抽辣舞可人儿，有请黄秋生同埋 Tiffany。好嘢，好嘢，好嘢，终于做晒，哇，好几惊啊！唉，真系唔使走裤，唔使走裤，难得一见啊！真系火辣辣啊，真系吓。咁啊，你哋嘅精彩表演咧，就有一位善長咧就決定出12萬嘅，即係話咧總共係32萬，但係仲有呢張係啱啱收到嘅，就係香港道德會係捐10萬元贊助你嘅。真係奇怪啦，道德會都會捐俾黃秋生，我就唔信。我唔問呢條，我唔問呢條，個咪喺我度，唔關你事啊。嗱，你唔啊李王爺，你同佢。大腩都扯唔埋噶嘛？你點會肯同佢跳咁辣身嘅舞咧？佢好多緋聞噶喎，呢條咪大腩啦。係因為之前咁我都識得佢，咁跟住我就話有個即係有個 show 你個 show 咧，咁跟住即係你同佢講嘢咁認真啊？你冇噶。喂，秋生，我又想問一下你啦，其實呢隻舞咧，呢種舞咧叫做 Sasa 啦，咁有咩難度嘅咧？難度就係我同佢跳啦。
得啦，冇時間啦，今晚啲錢好寶貴嘅，誒醒下你添啦，仲有一個真係善長人翁啦，陳錦天先生捐咗80萬支持你哋，多謝陳錦天先生，多謝，好啦，馬上交俾二廠，唔該曬，嗱，同我哋呼籲下啦，同我哋呼籲 ，thank you， 啊，呼籲下大家，啊咩 number 喺邊度啊？1878333有1839先，交俾二廠。唔該曬嘅，每年嘅歡樂滿東華咧，都有好多善長人翁捐出佢哋嘅珍藏品咧，俾我哋拍賣嘅噃。咁等我哋介紹部分嘅名畫先啦。呢一幅名為《金水天來》嘅油畫，底價係50萬，由劉宇一博士同埋佢嘅千金劉浩薇女士合作繪畫嘅。畫裡面描述我國黃河河水洶湧澎湃嘅景象，非常之有氣勢。再加上松鶴寓意長壽，金水借比喻富貴，真係意頭十足嘅。另外呢幅作品系咪栩栩如生呢？你都有机会好似周总理同埋柯女士咁成为主角噶噃。透过公开镜头，刘浩薇女士会亲自替善长绘画个人或商人肖像画，底价系港币20萬。刘宇一博士咧，自1960年已经开始从事艺术创作嘅工作噶啦。咁佢曾经创作过咧好多史诗式嘅油画啦，亦都帮好多嘅名人咧画过人像嘅。而佢嘅千金咧刘浩薇女士咧，亦都系最深于艺术噶。我哋今日好高兴可以请到刘博士上嚟同大家呼吁一下噶噃。刘博士你好，刘博士啊，我想问一下咧，《金水天来》呢一幅画咧嘅灵感系点样嚟嘅咧？呢幅画嘅灵感咧，主要系嚟自中国嘅历史同埋辉煌，大家都知噶啦。中国最著名的风景呢，有黄山同埋黄河。咁呢幅画呢，把黄山同埋黄河呢合埋一齐，就想呢世界啲人呢更多的识得中国，识得中国文化。哇，真係好有意思啊！咁大家记得打电话嚟投啦。嗱，我收到消息啊，《金水天来》呢幅嘅名画呢已经有善长出价呢係80萬镜头㗎啦。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呢，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嘅。我哋再睇下其他嘅艺术品啦。呢8幅名画嘅复制品将有唔同大小供善长选择。部分嘅作品你仲可以要求加插自己嘅肖像入去。详细嘅情形就可以浏览以下嘅网址。有兴趣镜头今日所介绍嘅名画，就可以打嚟1878333作镜头。善款將會用作支持東華新一代關愛社會計劃。嗱，我哋呢邊亦都有善款，跟住咧就係東華前主席啊黃忠同 BBS 咧就捐出50,000啦。另外前主席陳耀莊律師 BBS 咧又捐出100,000，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跟住咧，東華一直以嚟咧都好主張咧年青人多啲關心同埋愛護社會，咁所以特別咧今年舉辦咗一個東華新一代關愛社會計劃。係，嗱，依個計劃犀利咯，請到咧古巨基嚟做依個推廣大使啊！誒，基仔你好，同我哋呼籲一下好嘛？好啊，我希望年輕人同我一樣啦，即係可以身體力行，一齊關心社會。咁我哋而家咧就會簽一張醫護請卡，希望各位年輕人一齊加入我哋。咁我哋都要請出4位嘉賓同阿基仔一齊簽嘅，包括咗有劉金國主席啦，另外仲有黃家龍副主席、馬清亨副主席同埋李三元副主席，有請。有請，五位一齊去簽名。係啊。子峰啊，呢個計劃好有意義啊！我諗我哋都要叫下我啲仔女咧，去參加佢將來緊嘅活動啊，好嘛？一定要啦！咁我知道咧，劉金國主席為咗支持呢個計劃咧，之前咧已經率先咧係捐出咗50萬，基仔你準備下獎。準備下先啦，基仔嚇。再加埋咧，劉宇一教授同埋佢千金劉浩薇咧，捐出咗好多幅畫出嚟咧作鏡頭，而家合共咧呢項計劃係籌到347萬啊！認真好成績。多謝，多謝曬。有請基仔。啊，請基仔。好啦，三個女仔。阿錢家樂，你做咩傾電話？唔好嘈我住啦，哥哥幫你咧熱身啊，唔好忍住痛啊，忍住痛啊！小心！好啦，拉哥幫你拉鬆條筋咧，咁啊，跟住係阿修哥表演空中飛人啊，係嘛？啊，唔係我表演，空中飛人咧就另有其人。其人嚟表演乜嘢啊？德斌講下啦，德斌。喂，咁我哋咧就我就將會同阿錢家樂小朋友咧就會將3位靚女咧拋嚟拋去。好啦，大家如果想睇嘅話，廣告翻嚟咧繼續留意啊！好趕啊！寓运动于慈善，东华三院在日前就举行了一场慈善羽毛球比赛，并且邀请到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周一岳医生参赛。在比赛之前，由东华三院主席刘金国先生致送纪念品给我们的参赛嘉宾邓尚文、蒙家慧和周一岳局长。
之後咧，各位參賽者就先禮後兵嚟一個大合照。嗱，見到個個都信心十足，就知道咧每一位都係羽毛球高手啦。今次比賽咧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牙膠戰，以雙打嘅形式進行，由周一樂局長同劉金國主席迎戰梁敬宇副主席同埋譚國橋總理嘅。第二部分嘅慈善表演賽，由周一樂局長火拍 YoYo 對劉主席同埋 Sherman。經過連番激戰之後咧，結果由周局長嗰隊勝出嘅。而整日嘅羽毛球比賽一共籌得160萬嘅善款，喺呢度咧再一次多謝咁多位嘅善長人翁出戰出力啊！喂 ，Anna， 今晚好多突發消息啊！咁啊，東華顧問黃健亨博士 GPS 太平紳士咧，同埋佢弟弟黃健利先生咧，就支持東華三院教育服務係捐出100萬咧，係成立黃弗林中學獎學金，咁亦都支持周一樂局長嘅羽毛球比賽。咁另外有位善長望你阿姑咧，就捐出100萬支持東華嘅老人服務，咁啊特別指明咧，就要阿姐親手將呢張支票咧，係致送俾東華三院，並且由黃家龍副主席代表東華三院接受嘅。哇！多謝曬。咁不如問一問阿姐啦，有咩感想啊？咁當然首先就係多謝呢位善長人翁啦，捐咗100萬咧，係幫助啲年老嘅長者啦。咁我諗下諗樣嘢，氹佢開心啦。咦？咁一定係表演嘅咯喎，係咪？一定有啲表演嘅。好，咁你等阿姐佢準備一下，好冇？多謝兩位。多謝曬黃副主席。跟住落嚟，我哋都請到兩位超級人馬。首先講個主持先啦，嚇就係、是。口才一流嘅，又有氣勢嘅，我哋總經理陳志雲先生，而嘉賓咧就係賭王何鴻燊博士。哇，兩個都咁勁，而且兩個都口才都咁好喎！而呢個時候，我哋即刻咧就有譚林月瑩女士咧，首先捐出30,000嘅，我哋即刻睇睇咧就係志雲飯局極速慈善版。啊，何博士你好，歡迎你嚟到我呢個極速嘅志雲飯局。咁咧，或者我請啲觀眾啦，鼓下掌先啦，歡迎我哋呢一個。紅花博彩業超過半個世紀的何鴻燊博士，最緊要仲係樂善好施添。其實今晚咧，我哋嘅智雲飯局咧真係要好快啊！何博士平時我錄一次飯局咧要4粒鐘噶，今晚得8分鐘啫，所以其實同你食快餐啱啲。不過你係冠軍級人馬，咁我唔可以食快餐噶，所以特登咧為你準備咗呢個旅發局啊，今年嘅冠軍嘅獎嚟噶，呢個菜咧叫做鶴湖蟹影，咁啊請你品嚐下啦。你係咁意食下好啦，因為平時我錄都冇乜得點食，得個睇嘅啫，係咪好好食咧？好味，好味，好味咧！嗱，試一試就知啊嚇。何博士，其實你知唔知道你自己嘅身家有幾多少錢啊？講到身家嘅話咧，真係每日都唔同。咁犀利？仲可以話每分鐘都唔同，因為點解咧？我咧有16間賭場，咁啊有過萬夥計。日日夜夜，每分鐘都同我揾緊錢。故此你要真係問數字咧，我要問問會計先。咁你其實一日用得幾多少錢？咁啊，我本人唔用咗幾多嘅啫。咁啊，剩翻好多嘅喎會。咁啊，似乎係啦。嗱，我知道你1941年啦，袋住10蚊就去澳門，揾到而家身家都唔知幾多少錢，要問會計。究竟點揾嘅咧？係咪博翻嚟有彩數嘅咧？咁啊，老實實啦，即係彩數嘅成分咧，唔係幾高嘅。咁我咧，亦都好坦白嘅。你問到咧，我可以話你聽，我的確咧靠幾句三字經就揾到噶。嗱，唔使驚啊，我啲三字經咧一定出得街嘅。係。整個社會都識欣賞嘅。嗱，我講俾你哋聽。勤有功，器無益，皆之災而免力，係咁簡單啫。哦，但我做足嘅，點解我冇你咁多錢嘅？我諗個問題喺我嗰度。嗱，而家嗰個嘅博彩業喺澳門真係競爭好激烈啊！其實你有冇驚過？有冇怕過咧？我真係冇驚過，因為咧，我咧好贊成係。即係競爭，因為我認為咧，競爭咧可以令到有進步。故此我咧一向啊都好支持啊開放。咁同時我咧的確咧係有多少秘密武器？嗯，唔止一個喎，成千過萬嘅秘密武器。嗱，我要講俾你聽，因為我有過萬個好夥計。
故此我好放心。你包唔包括埋送叉燒飯先？講到叉燒飯係太簡單啦，因為你要記得我啊做咗幾十年，咁啊我啊當然啊同呢幾十年班老友啊好有感情，唔係淨止啊送叉燒飯咁簡單。即係我而家咧出個竅咧，雖然係舊，但係最緊要受。即係等於你無線一樣，你好多啲劇集重播一樣多人睇啫。咁啊係啊，係好好睇㗎，收視仲高過第一次播添。不過如果你要吸引我，你要送埋羅漢齋飯喎，因為我食齋嘅。哦，好啦。嗱，你咁多身家，而家啲富豪咧，成日都好擔心嘅喎，第日會唔會嗰啲仔女爭產啊？咁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使唔使諗定啲後路，怕唔怕佢哋爭產咧？第日一啲問題都冇。我已經諗掂曬啦，係我獎勵我啲仔女咧去爭。嗱，你聽清楚，唔係爭身家，爭戲，做出好戲俾我睇，老豆自然有分數。即係要爭重啦。咁而家爭成點啊？跑緊嗰個嘅位置係點樣樣啊？你咁多個仔女，咁啊，暫時咧，我比較大嗰幾個咧嘅位置咧，應該 Pansy。跟住 Daisy 咁啊 ，Lawrence 咁我細嗰啲咧，亦好有心機讀書，咁啊一定咧會繼續去奮鬥。啊，咁啊 ，Pansy、Daisy、Lawrence， 喂 ，Lawrence 好叻仔喎，最近攞埋結清啦，又有加啲分啦嚇。都算啦，算。阿何博士，嗱，你係成日做好多慈善表演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其實你表演過邊幾類咧慈善嘅宴會？咁啊，真係老老實實表演唔少啊。嗱，我咧。又唱歌啦，又跳舞啦，又打網球啦，打 billiards 啦，咁又做過話劇啦，做過大戲啦，又同你哋 TVB 嘅藝人啊做過 talk show， 例如同阿肥姐啊，同阿 Dodo 姐啊，咁啊今晚啊又有機會同你閣下老總。咁啊合作，咁啊仲著數啲喎今晚，因為咧呢次係第一次有嘢食嘅，啊仲要有觀眾拍掌嘅啫，食飯嘅時候大協咗我啫，好嘢好嘢好嘢。咁啊何博士，你啱啱慶祝完你85歲嘅生辰啦，你而家健步如飛喎，有咩養生之道啊？咁咧好多人都問過我，我咧亦真係好坦白，既然你 Steven 問到咧。我照講你聽，係我咧一生人啊，未信過食補品，我認為唔需要嘅。最緊要咧運動多啲。嗱，我10年如一日，一早咧一定咧去運動一輪，跟住就跳落個游水池游泳半點鐘。咁同時咧，我咧每個星期咧至少打2次網球。咁啊，晚上咧有機會咧，我啊跳下交際舞。呢個緊要啦，交際舞係可以有美女相伴啊嘛，好要養生嘅係嘛？你啊，應該咁叻仔嘅，你梗跳得好啦。我唔識跳啊。係啊，咁啊真係咧，晚上嘅運動咧係相當好。咁同埋要早啲瞓啦，係咪？啊，講到早瞓咧。我就同好多大家老友都過知曬啦，我有名叫灰姑娘，好值得學習噶。我早瞓早起，咁我咧任何嘅應酬，我睇住個鐘，10:30咧我就起身噶啦。嚇！喂，對唔住啦，我啊灰姑娘自認噶啦，夠鐘我咧就好清楚嘅，每晚咧唔會夜過。即係你哋無線最夜嘅晚間新聞，新聞。不，今晚要特別，因為東華做到3點嘅。今晚就唔同。係。今晚咧，歡樂滿東華咧，可以睇通宵。啱啦，啱啦。嗱，今晚個飯局我唔俾錢啦，你咧就一定要俾錢啦。冇問題，為善追樂。嗱，我仲要有一樣我唔記得問東華同唔同意嘅。係。因為咧，我以東華姑爺嘅身份今晚出嚟。唔知道東華唔知道同唔同意喎？同意，有錢俾東華咩都同意嘅。
我哋要請阿何博士過去嗰邊，同我哋送你嘅支票先得。哇，的確好嘢，好嘢。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要頒第四張咧，係大支票。冇錯啦，當然係同何博士有關啦，因為航新博士咧唔單止做嘉賓，仲決定捐出500,000支持咧，就係東華三院嘅各項服務，多謝曬。咁又請咧就係何博士啦，陳婉珍總理就係接送呢一張大支票，並且請陳志雲先生咧就代表東華三院接受，咁由馬清亨副主席咧陪同接收㗎。有請咁多位。多謝曬，多謝曬。非常之精彩嘅一個飯局，亦都帶嚟一張500,000嘅支票，多謝曬。多謝曬何生。我太多謝曬，咁另外咧，多謝 Steven 咧，就幫我哋主持呢個慈善飯局啊！多謝曬，好精彩啊！咁另外咧都係好消息啊，姐，因為咧啱啱收到啦，鄧婉金英女士咧就係捐出500,000支持東華三院喎，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咁啊，仲有就係咧，鄭偉東先生咧就係話要支持東華新一代嘅關愛社會計劃基金，亦都決定捐出50,000嘅，多謝。好嘢，好嘢，善款不斷滾滾而來啊！冇錯，咁啊，繼續咧就係要支持我哋歡樂滿東華，打1-800-733-333，轉頭見啦。真的很多人支持東華的，鄧雪英女士就捐出15,000元給我們，另外香港工業原料商會有限公司捐出100,000元給我們，多謝曬，多謝曬，另外我身邊就有兩張大支票的，我們就有道教雲學生房第六年捐款支持東華三院免費醫療服務，今年就捐出600,000，我們有就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游子安博士代表致送，並由東華三院李三元副主席是代表接受，多謝曬，多謝曬。咁至於第二張嘅大支票咧 ，Anna 就係已故吳樹森先生捐出500,000支持東華三院嘅醫療服務。咁有請咧梁友女士啦，同埋李英傑女士咧，係代表致送呢一張支票，並由東華三院梁定宇副主席咧係代表接受嘅。麻煩咁多位，多謝曬你哋啊！多謝曬啊！多謝曬咁多位嚇。咁啊，當然咧，繼續等緊大家嘅善款嘅。係啊，繼續打嚟啊嚇！喂，呢度咩事？有咩打攞啊？呢邊咩事啊？打更係咪啊？點講？誒咩打更啊？你知唔知啊？你見唔見到我哋嗰班靚女啊？嚇，係咯，你嗰班靚女，喂，你而家揾啊遲咗啲啦。聽講跟志偉走曬啦。咩話？咁危險嚇？佢明知危險嘅，不過為咗300,000善款唔緊要啦，因為曾耀祥總理同埋譚國橋總理係贊助300,000，俾志偉同你班靚女咧一齊表演愛心獎盤摘千金啊！哦，冇所謂啦，俾掌聲，有請咁多位。I work all like I work all day to pay the bills I have to pay. Ain't it sad? And still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the single penny left for me. That's too bad.Money, money, always sunny in the rain.
智慧同埋一班嘅千金小姐啊，喺度咧亦都要再次多谢我哋身边嘅曾耀祥总理同埋谭国桥总理咧，就系赞助300,000咧，就系俾智慧同埋一班千金小姐跳舞嘅，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两位总理啊！另外加言之，仲有好消息喎，咁就系 Link Securities Hong Kong Limited 咧，就系支持东华三院嘅老人医疗服务咧，就系捐出70,000嘅，多谢。仲有咧系严益强抗疫咧，系捐出38,000嘅，多谢晒。咁啊，繼續咧，善款多多嚟最好啦！喂，頭先阿志偉真係犀利啦嚇！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嘉賓都好犀利啊！因為佢叫 Eason 啊，識得用把歌嚟醫人，佢就係陳奕迅，有請！有請！勁食馬拉松，籌得善款好鬆用。嗱，經過咗咧一段嘅時間㗎啦，咁我見到我哋四位靚女咧都依然咧不停咁食包嘅。咁啊話個數字俾你聽啦，其實你四個咧加加埋埋咧已經食咗50多個㗎咯喎。好犀利啊！但系咧，問翻你哋啦，食咗咁多個包，覺得點先？好味到不得了啊！其實都幾矛盾嘅，個胃都幾頂頂地嘅。不過我會盡量賺大佢嘅。如果嚟咁先套衫咧，有條皮帶嘅，連皮帶都解埋啊！哇！第一次食咁多個包啊，平時食大雜派食得多啦，所以我今日咧揀咗條鬆身衫啦，唔覺有肚腩啊嘛。你哋咧雖然咁講啫，但係我知道你哋都需要支持噶嘛。咁我知咧，小維喺嗰邊有主席帶埋入嚟喎，我梗係要帶個話得事嘅入嚟啦。不過見你哋食到眼瓊瓊，但係都唔可以手停嘅，因為成1,500一個包嘅係嘛？係主席啊！喂，主席嗱，既然你都嚟過，不如你食一個啦，主席。主席，係。哇！食咗先，食住一個先，食住一個先，主席要真係食住一個先。哇！嗱，連主席咧都食埋包一份啦，唔單止出錢，仲出埋力。咁大家咧一定要打電話嚟1877333支持我哋噶嘛。係，主席係咪有嘢要講啊？咁大家繼續支持，食住包都支持到，一次過食曬四個咧就冇偏心，人人都有份，好唔好？嗯，咁好啦，嗱呢個時間咧就等阿主席咧消化一下食下包先，我哋交去咧拍賣欄嗰邊睇睇啲展品啦。哇，犀利啊！刘主席咧，除咗出钱之外，仲好出力啊！呢啲咧就叫做为咗做善事咧，不遗余力啦。诶，除咗主席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善心人准备捐出佢哋嘅心爱嘅物品咧，为咗以表示东华三院支持呢个呢件事咧，我哋就系逐一睇下。即刻睇下嘅系由阿 Tay 捐赠嘅阿 Tay Dazio 系列半宝石颈链。呢一条颈链系由353粒，共重149卡嘅瑞士蓝玉、滇稀石、紫晶同埋橄榄石镶嵌而成，全亚太区限量10件，底价系港币嘅200,000。跟住系由蔡尔雅先生绘画、蔡伯丽先生捐赠嘅国画《珠帘璧合》，底价系港币100,000。呢幅画寓意三生石上，珠帘璧合，并祝福善心嘅人士喺明年珠年有美满幸福嘅婚姻。这个由著名堪舆学家麦玲玲师傅所捐赠的万事如意是由马老制成，并且已经开光，底价就是港币的28,000。由陈婉珍总理捐赠的北宋青瓷花瓶，历史悠久，但是还保存得很好，而底价是港币20,000。现在见到的是释迦佛像，由万香堂所捐赠，这尊佛像由白瓷制成，做工精细，已获开光，它的底价就是港币的15,000。同样由万香堂捐赠的观音像，用白瓷制成，观音像的神态悠闲，面上慈悲，并已经开光，底价是港币15,000。至于古金明先生捐赠的薄胎碗，由薄胎大王高梅生先生制作，并由古金明先生绘画和题字，底价是港币的10,000。高先生的作品以白如玉、薄如纸、明如镜、星如磬见称，甚具欣赏的价值。跟住是由皇家雪兰莪香港有限公司捐出的福到人间石蜡牌匾，这个牌匾以珠帘生肖为题，由优质石蜡制成，并以24K 金点缀，全球限量1,000块，而这块编号是88，底价是港币10,000。最后咧，当然就唔少得每年都好支持东华嘅阿姐佢嘅一班 fans 啦。由名传之友会捐出嘅银纸牌，底价系18,000。
如果大家对以上拍卖品有兴趣的话，就即刻打嚟1878333嚟竞投啦。收到，大喜新力军，新力军，善款数字系咁赞。好啦，咁我哋而家一齐嚟读一读最新嘅善款数字好嘛？好，一二三。2978,148,368,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空中飞人噶啦，千祈唔好行开啊！開心啊！有好消息啦！咁呢個時候咧，有恒富控股有限公司咧就係捐出200,000支持東華三院嘅各項服務嘅。咪度咧就有請李勝光先生咧代表接送呢一張支票啦，並由東華三院嘅張作華副主席咧代表接受。唔該，多謝曬。喂 ，Fingy 啊，你知唔知喺卡帕嗰度咧，阿錢嘉樂啦同埋阿德斌咧準備咧睇一陣咧就將啲靚女飛嚟飛去，而呢個環節都有贊助嘅喎。我哋有傅明軒總理、李柱坤總理、陳婉珍總理。贊助合共捐出400,000支持佢哋啊！多謝曬。咁見佢哋已經預備好啦，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一齊就打埋嚟捐款啦。留意呢一個就係空中美人樂繽紛。收到，小尊新力軍，試管數字係咁真。大家啲飛人隊好似好閉翳咁喎，唔係，喂，俾你氣勢嚟聽下。齊心啊！喂，各位飛人，你哋埋定位先啊，好唔好啊？已經埋咗位啊，嘉怡姐，佢已經喺呢個咧40尺嘅鋼架嗰度咧，係首次啊，東華一個咁大型嘅道具咧，係俾佢哋表演嘅，非常之齊心嘅，見到佢哋。從來未試過啊！未試過，因為咧其實有危險嘅。係啊，係啊，你唔好以為下邊有個網啊，有時啲嘢網都網唔住啊。係啊，因為今日咧風都幾大下咁啊，所以咧佢喺呢個空中飛人當中咧，要接到對方係幾難。嗱，嚟啦，嚟啦，嚟啦！喂，三位靚女咧就係就上咗去啦 ，Yumiko 啦，胡定欣啦。同埋 Amanda S 嘅，系啊，咁啊，首先咧见到钱嘉乐咧要倒吊咧，就系用佢嘅颈力啊嚟护住，就系 Yumiko 要做一个非常之难度高嘅动作，叫做一飞冲天，马到功成。冇错啦，咁啊，钱嘉乐咧就用条颈嚟吊高咧，就话 Yumiko 啊。Yumiko 犀利啊，佢练到上去吊起上去时候咧，会一字马咁啊，你话系啊？一招佢就唔係阿馬，佢會一字馬。睇下係咪真係唔係阿馬？係啊！哇！你睇下嚟緊啦，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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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哇！哇！飛起飛起！哇！前加落開馬過龍啊！係啊！前加落仲要用佢臂力咧去轉啊 ，Yumiko 添。哇！再加上頸力咧，真係唔係嘢少啊！轉啊，真係唔得了啊！喂，打氣隊，俾啲聲啦！好啦，落翻嚟啦！好啦，咁啊呢個動作咧經過專人指導，屋企咧你都冇咁大地方，應該模仿唔到噶啦。千祈唔好模仿添啊！求其自己吊上去，真係好危險噶嚇。好啦，另外一邊雙咧見到咧就係黃德斌咧，準備咧就係用佢嘅頸力，亦都係稱起咧就係胡定欣噶。好，嚟二飛，去啊！哇！黃飛添，轉出愛心與善心啊！哇！呢個都唔簡單，大隊又嚟啦！好鬼靚啊！好鬼靚啊！胡定欣啊，試嘅時候咧，曾經係又甩褲又成噶。唔係啊嘛！哎呀，可惜我唔喺度啊，真係。好彩，又嚟過又嚟。好啦好啦，又嚟啦嗱，前揸索，前揸索，今次用臂力拎起 Yumiko。Amanda S 啊 ，Amanda S 嚟㗎。係啊，就係呢個大元寶擅長咬腰啊！一招佢就反轉拱橋啊！嗱，再難度高嘅就係。阿 Mandy 再要攞翻手上俾錢嘉樂接住嘅，哇！真係好嘢啊！難度好高啊！佢大元寶嘅意思即係話佢啲善款係滾滾來啊！啊！你好嘢咁都諗得到啊！好啦，好啦，而家真正嘅表演咧，呢個空中飛人啦！好啦，咁啊，見到黃德斌咧已經準備就緒，錢嘉樂咧其實啊，佢彩排嘅時候咧已經係俾咗三位嘅靚女啊，係踢到佢體無完膚噶啦。係啊，佢而家喺度磨拳擦粉啊，個樣好似好痛苦咁喎。一啲唔痛苦為善事啊嘛。好啦，咁啊，見到黃德斌咧嗰邊準備好咧，首先咧就要倒吊，就接住阿 Yumiko， 跟住咧就將阿 Yumiko 由一邊
就蕩蕩過去，就要由阿錢嘉樂喺度接住佢嘅。係任佢點蕩喎，所以叫任蕩 Yumiko 啦。講清楚啲。係任蕩唔係咩嘢任蕩。哎呀，接唔到。第二接，好嘢！哎呀，啊，小心啊！因為今日幾風大啊。喂，都唔得。弊啦弊啦弊啦！堅持堅持都唔得啦，因為第一次唔得咧，個蕩力冇咗啊，知唔知啊？哦，要翻嚟再嚟過啦。你講好啦！好啊！好啊！一嚟啊！唔緊要。我好驚啊！唔使擔心，再嚟過。有冇事啊？有冇事？有冇事啊？有冇事 ？OK， 唔容易啊！俾啲支持佢啊！俾啲掌聲。誒，我哋講加油！一二三。加油！嗱，而家壓力咧就將佢咧擺咗落去阿胡定欣身上面啦，因為咧第一下咧姚明哥未得，咁咧胡定欣呢個係啦，收翻條褲先。一、二、三、四，係。係啊！哎呀，爭啲啊！難度好高啊，其實啊。係啊！接住，哎呀！第三次，俾心機啊！係啊！唔到啦，唔到啦，係咪啊？一爭啲就唔得噶啦。好呀，飞刀！哎呀，再嚟准备过先。再嚟过。唔到啊！唞唞先，系咪要唞唞先咧？回一回个力先。好呀！好嘢！嗱，仲要咧，胡定欣过翻去呢一边接住先得噶。做咩唔俾佢咧？俾接滚佢啦！俾接滚佢！好嘢！錢嘉樂真係唔簡單啊！因為依個咧個手臂臂力都唔夠嘅話咧，分分鐘甩臼喎。係啊，因為咧喺彩排嘅時候咧，阿嘉樂都話咧，佢係被失撞啦，同埋咧係批踢噶。咁犀利！而家咧到阿 Amanda S 啦。好，準備。一，好驚啊！我都驚。唔使驚啫。一，哎呀，得唔得？係啊，係啊。二，好嘢！哎呀，腳啫。都弱啦。三，一大啲，哎呀，時間嘅配合啦，要四，好嘅，接到，好嘢，哎呀，嘉樂，祝神，啊，接，成功啦，好嘢，錢嘉樂好嘢，請我哋咁多位咧。就休息一下嘅時候咧，我哋不如講下究竟有幾多位總理咧係支持呢個環節啦。好啊，我問啲總理咧，有冇總理請入嚟？總理請過嚟。總理係。頭先你見到個表演嘅難度好高啊，你哋感覺點啊？係啊，嗱，我哋係你處緊總理啦。好謝啦，真係好落力啦，我見到佢哋真係。好緊張啊！見到係啊，我濕曬手汗啊。舊同事入邊總理啦。難度好高啊！係啊，陳燕珍總理啦，咁啊，大家都好擔心啊，個樣都仲嚇，未擔心完啦。好啦，咁我哋一齊咧，喺呢個時候咧，多謝曬咁多位嘅總理啊，咁啊，亦都要交翻俾廠嘅何韻詩，亦都有表現。希望大家快啲打。Anna 正話咧，空中美人樂繽紛咧，見到五位都變得咁落力啦，所以咧，各位善長決定咧再捐多100,000，即係話咧，正話五位咧總共為東華籌都係500,000元善款嘅，550,000啊！多謝曬。好啦，緊接住有好多好消息嘅，大家今日咧即係拍獎咧，即係拍到手軟啦。我哋咧就有美達行有限公司捐出32,500元，另外咧香港中子實業有限公司捐出10,000元嘅，仲有就係陳經慶先生咧係捐出30,000元啦。仲有九龍族成功先係捐出100,000元，哇！多謝曬。咁呢個時間咧，我即刻又將支票咧又要出現嘞噃，就係咧由邱大昌夫人捐出200,000俾東華三院各項服務，有請邱夫人嘅千金邱榮賢小姐咧代表致送，並由東華三院陳文以為總理咧代表接受。多謝曬，多謝曬幾位嚇。
所以幾開心啊！做動畫係啊，好多善款啊！更開心咧就好多人嚟支持咯，即係兩位樂壇一哥咧都嚟。不過佢哋誒好沙塵啊！佢哋話咧善款數字隨口噏就得㗎啦。真係，我睇曬啦，交俾黑勤同 Eason。嗱，善款咧就通常就同數字就拉上關係嘅。音樂其實同數字都好有關係嘅。不如我哋唱一啲咧，即係歌係同數字亦都拉上關係。你先啊，不如我唱一先啦，好唔好啊？好。一人有一個夢想，兩人熱愛漸迷惘，三人有三種愛找各自理想。一二就即係兩啦。嗯，兩個就夠曬數。兩個已經夠曬數，如果香港人每個人捐兩個零，有12萬、12億嘅善款，兩咁即係我就三啦，三啊！你又曬，我又曬，剝曬衫褲，剝曬鞋，搏命曬，不必驚醜怪。係唔使驚醜怪，最緊要捐嚇。係咁啊，四就有啊，呢只咧定金花。四朵金花，金花，四朵金花，把幸福和欢乐送给每一户人家。啊，你真系好嘢，阿姐喺度，你都敢唱，你真系好嘢，阿姐。好，到我系咩啊？五啊，黑色午夜，心不见底，身边你使我着迷。朦胧是黑色午夜，心不见底，可否靠紧我令寂寞默然逝？五六啊，六婶三太公，大众海台啊，面似莲蓉，咦又放工喂。打餐夢，圍埋砌幾圈啊，輪輪英雄。浪奔，浪流，呢只好似冇乜數字嘅關係咁樣。咁七啦，到你七啦，七啦，七啦，七啦。雪姑七有七個小矮人，雪姑七有七個哒啦哒哒，七個矮仔得啦。OK， 係唱到咁多啫，呢只歌。今日到我八啦。半斤八两，做到只积咁嘅样。半斤八两，湿水炮枪啊点会响？半斤八两，拿枪走去抢。出咗半斤力，想话攞翻足八两。家产恶稳食，边有半斤八两咁啊理想？捐钱。到你噶啦，九啦。都系咩啊？九啦。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繁星闪照，每夜常照耀。十有呢只啊！十个女仔，九个认识，明明系老啊，佢话唔系。三张几嘢扎起边仔，青春美丽就冇失礼。十年之后到咩？冇十一啦，百嚟一条叫做百。O K， 百啊！百花笑，春光紫，绿柳飘，青春见。我你咩？百啊，百咁千啦，千啦，千，哎，千要同萬一齊唱。O K O K。萬水千山中橫，起巨風急雨翻，豪氣吞吐風雷，飲下雙杯雪盞。喂，其實我哋咧係咪應該要唱一隻歌咧，即係包含曬呢啲數字落去嘅咧？都好啊，令啲數字繼續飆升落去啦，好嘛？咁一定係唱呢只啦，呢只呢只啦。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
四三一四零六二四零四三四零四三四零二三二零二三二零六四六零六四六零八七八零八七八零五一五零五一五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六九六零六九六零二七二零二七二零四三四零四三四零二三二零二三二零六四六零六四六零八七八零八七八零五一五零五一五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六九六零六九六零二七二零二七二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三一八七八三三三一百三十条线，记住打，系咁话。好嘢啊！兩位一個嚇，係全家賓，過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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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補好多善款翻嚟喎，口噏噏就可以，咁口噏噏就搞到點啊？嗱，你兩個就係口噏噏咧，就已經令到令到我哋咧，周總理啦、顏總理啦，同埋我哋咧，黃總理咧，捐三十萬嚟支持你哋啊！真係啊！我想係多謝多謝，我想問下你哋呢只歌係邊個諗出嚟嘅？邊只歌啊？頭先嗰只咯。頭先嗰只係係啦，當然係 TVB 嘅一啲寫稿嘅朋友，好有 feel 喎！好啦，唔好講咁多啦。佢哋兩個呢只天王巨星出完之後咧，又有兩個幫我哋拉台布咧籌款喎。哦，跟住咧就係古巨基同埋黃韻詩咁啊，馬上咧幫佢哋咧拉台布咁啊，由我咧就劉金國主席同埋黃家龍副主席贊助三十萬，俾佢哋做一個古惑台布施妙法，交俾你撈。哦，原來改咗藝名叫黃韻詩，我哋唔知道你何韻詩嚟啊？仲有古巨基，頭髮淺色咗，係唔緊要，但總之佢兩副就拉台布。係，咁啊拉台布咧都有我哋啲打氣隊啊，咁啊仲有啲總理一陣間會支持啊大家。有咁多台布喺度咧，平時我哋睇掌門咧拉好容易啊，你哋有冇信心先？OK 嘅 ，OK。我哋練得都幾熟㗎啦，練得幾熟係嘛？不過係啊，我哋有啲高難度啲嘅動作嘅，係啊，唔係淨拉嘅，係嘛？睇下先，阿蘇哥有啲咩意見要俾佢哋㗎？其實平時豬咁啊，最緊要拉得快啦，係嘛？係啦，捐得多嘛，拉快。冇錯，啱曬啊！好，咁啊，兩位準備下先。事不宜遲啊，好，準備下先。你哋各就各位先，係蘇哥同埋少豬就啱場喺呢度先，拉完先過去。預備，機仔先啊！機仔先，機仔先，嗰邊先，嗰邊先，呢邊機仔，預備。咦，我哋要一路過去嘅喎，即係一路兩邊埋。係啊，係啦，我哋兩邊會梅花間竹咁拉嘅。好，數三聲開始，預備。一、二、三。好，好，好。一、二、三。係。一、二、三。好嘢。一、二、三。喂。一、二、三。好。一、二、三。好，一齊拉，一齊拉。1、2、3，好啊！哇，台布拉曬，係啊，非常之合拍啦。但係最難度高嘅，我哋好似又冇乜點見喎嚇。留翻一張喺度，擺中間呢張係。啊，機仔，係阿師，你又話有啲好高難度嘅，好似未見到咁啊，好似好簡單。就係咧，大家見拉台布拉得多，我哋今次將佢還原嚇，擺翻喺所有嘅測距上嘅下邊嚇。而且我哋雙劍合璧添噶，係呢啲係經過專人指導噶，屋企咧真係冇翻咁上一大都做唔到噶。阿蘇哥點睇咧？啊，係，我諗佢得噶，係咪？我一齊做三聲啦，好嘛？經過長期訓練，嗱小心啊，小心，日顧住有刺啊嚇，係有啲手震，係啊，我哋全場一齊數一二三，好啊，準備，好，1、2、3，哇，好事好事，係，好嘢好嘢。呢啲我都係覺得張台細得滯，好似咧難度唔係好夠。雖然你攝翻上去啫，可唔可以增加難度多啲啊？你見到我廳嗰邊咧擺曬啲道具喺度，不如我請儀玉報個大廳嗰邊好 ，OK， 好，收哥小豬唔該。係，我哋過嚟大廳呢邊啦。好，大廳咧有雙層嘅呢一個拉台布，好危險度咧再飆升啊！咦，咁你哋一人邊係咪啊？係，哇，係，好呢個好驚喎，一個就拉上面，一個拉下邊。呢個有啲難度嘅呢個感受得到。點啊？準備咯。係，等先，等先，有啲安排。好緊張啊，兩位。要擺得好啲先嘅。先先。嗱，真係乖乖地，我哋咧就有總理預備捐錢俾你哋㗎。聽啊，係好幾多錢嘅呢張台？睇住，你睇住先講，預備。準備。喂，準備，準備。一、二、三。哇！
寓意真係深遠啊！真係，梗係先啊！兩位真係別有用心喎嚇，仲有咧，再步步高升添啊！喺嗰邊啊，好啊，不如我哋又請怡玉步蓋偏廳嗰邊啦。係啦，好啦，呢個咧，呢個高難，真係高難度挑戰啦，向高空發展噶，大衞高拍機啊！好，我哋呢邊小心係啦，二人換影，阿師，分開啲啊，分開啲啊，佢向我邊拉冇事，好難講呢個世界，我哋預備一齊又數三聲嚇，一。二三，成功，成功。嗱，頭先就講過啦，呢個環節咧就係有錢嘅，咁咧就劉金國主席同埋黃家龍副主席咧合共捐出300,000俾你哋。恭喜曬！嗱喺呢個時候咧，嗰邊咧我要交俾阿子峰啦。多謝曬啊！真係落地開花富貴榮華啦！呢度即刻有張支票啦，就係蓋明輝慈善基金係捐出善款700,000支持東華安老服務。咁而家我哋有請 Joyce 咧，蓋明輝代表致送，咁並且由東華三院嘅劉金國主席咧代表接受嘅。多謝曬啊 ，Joyce！ 多謝曬劉主席。好啦，呢個時候咧再提提大家，記住我哋嘅電話號碼就係1878333。下一 part 翻到嚟咧有靚太廚房睇，有好多好食嘢嘅，之後見。我哋又要講翻空中飛人個項目啊！咁啊 ，Yumiko 嘅表演咧實在好落力啦！咁所以三位贊助總理包括咗傅明軒啦、李柱坤同埋陳婉珍女士咧，為咗表示謝意咧，係合共捐出100,000，並且以 Yumiko 嘅名義捐出嚟嘅嚇。多謝曬。另外仲有兩個好消息就係 Simple Holdings Limited 一共係捐出28,888。仲有就係東華前任總理蕭曾鳳群女士 MBEBBS 係捐出20,000，多謝曬。另外咧，仲有 Frankie Fur Company Limited 咧捐出30,000，江馬麗晶女士咧就係贊助明知星劇團嘅演出咧就係捐出30,000，一次過俾啲掌聲我哋，多謝曬。咁另外我哋又有支票咯喎。在我身邊的呢就首先有威馬企業有限公司捐出100,000的支票給東華三院的各項服務，以及嘉燕姐卡拉之星的演出。現在我們有請蔡家軒先生並由嘉燕姐陪同之下呢就致送一支票給東華三院陳仲尼總理代表接受。多謝曬，繼續下來呢，另外亦都有第二張支票，就係集成匯財集團有限公司東華前任總理吳維新先生捐出100,000支持東華三院咧各項嘅服務。咁有請吳總理致送呢張支票咧，並且由東華三院嘅何國傑總理代表接受嘅。多謝曬你哋啊！哇，呢個時候咧已經聞到啲香噴噴嘅味道，仲好殘眼添啊！係啊，好犀利啊！就一班靚太咧就話要入去廚房喎。係，睇下。靓太厨房捐咗先讲，女爷，喺台庆嗰晚咧，我同阿姐嘅出神入化嘅厨艺咧，真系叹为观止啊！咩出神入化啫？喺乌龙白出啊！睇到眼都突啊！蟹都未劏过，都未见，哇！蟹黄粥煮好喎！嚟，我哋煮上得不你好快噶嘛！唔好再讲我哋嗰晚点样成功啦，不如讲翻而家呢个厨房嘅三位嘉宾啦。好啊，好啊，好啊！等我介绍下，系红心厨房嘅系有傅明健总理同埋马国明嘅，系。咁啊，跟住咧，綠心廚房嘅咧係有陳婉珍總理同埋馬德鐘，跟住咧橙心廚房嘅有陳文以慧總理同埋陳豪，係啦，多謝曬，唔該曬啊，唔該曬啊。好啦，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大家都要知道咧，究竟佢哋要煮嘅係咩材料先得㗎？咩材料啊？係啦，咁啊，其實咧嚇，佢哋要煮嘅咩材料、咩菜式？我哋大家唔知道，連佢哋都唔知啊！佢哋都唔知㗎，係啊，係簡單材料嚟嘅啫，係日常大家都成日見嘅。係啊，咁不如揭曉啦，好嘛？好啦，好啦，好。陳總理，唔該嚇。陳總理，睇下你揭開塊布就會知嘅。你嗰個攞嗰個係咩材料？睇下。咩嚟㗎？你識唔識啊？呢啲水唔係水曱甴，係 swimming， 係 swimming cutter。Swimming cockroach 啊！一陣間咧就你啊，撈起佢咧，逐只腳逐只腳搣咗佢咧，係然後看翻乾咧，係然後開殼咧，係慢慢黐黐高出嚟咧，係整呢個水滴簡係黐㗎嚇。哦，好啦，跟住第二位啦，傅明軒，傅明軒，我已經考冇人哋考錯啦，你簡單好多，係啊，係啊，冇咁細只嘅，大隻啲，嚟一、二、三，副主席，射。嚟嚟嚟，副總理，副總理，你咧就對對動物係最有愛心噶啦，蛇都咧冇乜問題嘅，而且咧係封咗嘴嘅，封咗嘴嘅，係最不封咗嘴唔做訪問嘅。
唔係，我係條蛇個嘴啫，佢又唔會啄你噶啦，佢都纏住你手咧，咁咪一路收縮咁啊！一陣間咧，你又係要捉佢嘅嚇。跟住睇埋另外一面啦。係啊，係啊，陳小慧女士，誒總理，你估係咩？你想係咩？唔係啊，有你。陳小慧可以埋噶啦。嚇？其實咧，佢係兩樣都係嘅，佢又可以咧係一個咧，就大家覺得佢都唔哇幾恐怖下，但有啲咧就覺得佢幾可愛下，屋企又屎啲人嘅，快啲揭啦，都養，都養啊，係咩嚟㗎？咩嚟㗎？禾蟲啊，禾蟲嘅，禾蟲，蠶蛹啊，蠶蛹啊，蠶蛹，呢啲冇乜所謂喎，呢啲唔係你去做啊！好搞咁多啦，你啊擺兩粒，落口食下好喎，阿姐。好啦，咁啊咁多組嘅總理咧，咁啊同埋佢哋嘅幫手咧就埋位咯噃。首先咧，我哋咧就請我哋第一位總理咧就首先撈啲徒手攞水曱甴 swimming catch 出嚟先啦嚇。嗱，曾經我哋尋日試嗰陣時咧，有兩隻係走咗上身嘅，你小心啲啊！係啊，點捉啊？我哋做嗰啲就想食新鮮嘅，就唔好整死佢噃嚇。好嘢喎！好嘢喎！真係，真係用到工業用嘅手套嚟攞水曱甴啊！俾啲鼓勵掌聲俾陳總理。陳總理啊，你咁攞你係咪冇乜手感？剝咗個手套攞啊！嚇冇啊！哎呀，兩隻手啊，兩隻手快啲啊嘛！流曬鼻水咁啊！你好似哇煮咗佢嚟食，真係今晚瞓咗覺都唔使靠食藥啊！確確實，阿姐啊！哇！未睇第二位，睇第二位，睇第二組啊！睇第二組。嚟，阿總理，你攞呢條蛇咧，過嗰個紅桶啊！但係你話封咗嘴，點解見到佢有脷嘅？嚇，有脷咩？條脷伸咗出嚟啊！你攞嚟代替，你真係 check 清楚。嗱，我哋咧就封得好鬼有技術嘅，淨係俾個位佢出嚟嘅啫。因為我哋咧希望咧就大家大脷咧就俾佢出嚟條脷，唰咁樣啫。啊，咁啊就冇侵略性嘅喎，因為啲牙咧就剝曬㗎啦，同我傷翻曬假牙。你試下試下，冇毒嘅，冇毒嘅。阿志，你行過嚟，哎呀！好啦，我哋睇下蛇王獻咧點樣攞啦嚇。哎呀！哎呀！副總理，哎呀呀呀呀呀！咦，咁樣搞半日啩，掌門人？咪已經撩緊啦，點算？你咧快啲啦，咁啊！馬國明。哇！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啊！唔關你事啊！好嘢啊！你就俾翻副總理揸啊！好啦，你啦，副總理，再睇埋陳豪嗰邊啊！喂，你咁樣咯？再睇下陳豪嗰邊啊！阿嘉燕姐過去啦，嗰條蛇唔會揾你噶。揾啲好彩喎！意思啊，總理，呢啲係蠶蛹嚟，係啊係啊，徒手捉添啊，今次容易攞啲嘢。不過我都唔係點敢攞。上個禮拜咧，我哋用手攞過，洗一個禮拜洗唔甩嘅啲味。好鬼好味！唔好講呢啲嘢咧。係總理為咗我哋，就唔好擠爆個膽，個膽擠爆咗咧就好大陣味嘅。但係都唔怕嘅，輕輕手就得㗎。即係我哋摸過冇事嘅，你試下。即係不如攞粒合埋眼攞，合埋眼攞嚇。眼係咪係攞廿，不過攞廿二粒得啦，廿二粒，喐緊嘅，喂喐緊嘅，廿二粒啊嚇，係廿二粒。好啦，嗰度幾多啊，總理？都夠啦，都夠啦，多咗又唔得喎，係廿二粒啫，啱咪算數數。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多謝。阿姐，點解你企喺度咁耐嘅？唉，我喺度欣賞緊呢幾位靚太啊嚇！嘉燕姐啊，阿姐啊，我哋使唔使介紹下冒生命危險嚟試我哋食哥哥啲養蟲你啊？係，咁我哋就為咗呢個，我見到呢啲試食嗰啲蟲你咧，好似事不宜遲，我哋不如即刻開始煮先啦，係啦，煮啦。一二三，系啦，咁啊，為咗安全起見咧，其實而家呢啲材料咧就係周忠師傅咧就係事先準備好嘅。介紹下個菜式先啦，第一味叫咩啊？師傅，周忠師傅，第一味，第一味啊，第一味依家咪煮緊咩啊？依家煮緊咩啊？鑽越多和味濃，鑽越多和味濃。咁有啲咩材料咧？咩好啊？龍蝨，有。米粉啊，咁高啲啊，嗰啲咩啊？紅椒，青椒紅椒啊。唔知。咁你而家預備點樣整法啊？炸咗啲粉絲先。好啦，我哋慢慢整啦，我睇下咧，我哋睇下咧，我哋隔離嗰位啊，劏緊咩魚啊？劏蛇？嗰條蛇咧係一早咧，我哋經專人咧係已經。幫佢斬件咗噶啦！傅明軒，你劏蛇啊？係啊！陰功喎！
係你而家拖緊做係條蛇邊缺啊？我明顯逼哇！係，你又話愛動物咩主席嚟嘅？我炒嘅點解？哇！咁啊，阿掌門人，為咗咧，我如果啲評判呢間食得開心嘅話咧，咁啊，所以俾多啲時間俾啊三組嘅朋友，佢哋咧就落力啲煮。喺呢個時候咧，不如喺卡巴上嗰度有 Twins 嘅表演，我哋留意睇下啦。重伤的人，哦，谁凭指尖数人也兴奋，哦，难凭是吉他，情人没有吗？情歌句句心出有话，常拿着吉他，无谓扮型好吗？何解对我这么冷淡？我一世盼得到寻旅。